西医对人体解剖、人体的认识啊，跟中医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有的啊。虽然说现在中西结合，搞得不太明白，但是说人体它毕竟是人这么一个载体啊，但是它有的东西还是发现不了。你看大宇宙这个暗物质、暗能量是吧？后来发现这个力以及这个我们所未发现的这些部分占到了90%。80%、95%，那什么关系？你看人体从外到内，皮、脂、肪、肉、血、骨、髓，这么一个顺序。然后中医呢，十二经络，就人体运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子时、丑时是经，就是肝经，十二经脉有十二经经，这是一个桥梁，是从外到内。你看我说后面就懂了，这个饮食卯时，它是主这个，就是说，肺经，肺在中医里面主皮毛，就是最外层的。然后是辰时、巳时，是这个胃经，就是脾胃，它是主的这个，就是五行属土啊，主的这个就是脾胃主肉。然后午时、未时，这个是走的小肠经啊，心经、小肠。想表里，这个指的是血，肉里面是血，再往下渗透，申时、酉时，是主的是肾经、膀胱经、肾经，主的是骨、血、骨。然后戌时、亥时呢，是也是人体的一个过渡，它是主的是。这个一个空腔，心包经跟这个三焦经，它是整体的一个循环。这个就是它可以主这个髓的部分，骨髓最往里。然后通过这个子时、丑时，这个肝经啊，十二经络，我们说经络跟十二经经。它是相表里的，相对应的。所以说后来为什么很多人管这个经络到底是不是这个肌腱呢，筋的部分呢，也不是，但是它是一个相对应的可见的部分。这样一圈下来，看到没有，它这个顺序刚好是人体的运行机制从外到内这样转下来。现在这个就是很少有人解释理解到这块啊，我们要加一些想象啊，再加上这个理解，这就通了，这就是人体啊。那个至于说这个，你看那个掐指一算啊，这些东西人身体里都有，包括这个算命算这些东西，它在这个就是洛书，后天洛书。河图洛书主要是我们后天人是以洛书为主，也是都是相对的，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这个一些基础的这个同学们这个在后面我们会慢慢再去探索渗透，说这个可能大家应该都能听懂，对学中医的人来说，但是西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很多人他可能不注意，这也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我们可以去自己这样去，有新的学生同学们，咱们一起去探索啊，就是人体八大循环系统啊，跟八卦有没有关系啊？这样就可以去假设，就像科学一样，然后再去求证。